Suffering 的一号店哦。看陈也发现什么宝贝了吗？90年的奥斯卡，这个大概就1000块钱，这个1200，都是库存的吗？对，都是。看一下这80年代的那个后跟的，这个呢是织带哈，90年代是原色的帆布，红色的帆布，所以说这个是。拼了一个另外的草的，围边的话都是有布围边的啊，80年的，都是车的是棉线。还有这种的黄色型，我也找到了。这是哪一年？这是90年的，这红色的那个是一个系列的。鞋没穿过，是库存的鞋没穿过，也很新的。这个是橡胶给它注塑上去的，那种硬的，已经氧化的，这是一个复古款的，黑白。这个后面，就它这家店的话比较清闲一些啊，它有两个帆布鞋的柜子，入口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些经典的匡威的。老款或者是库存款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是经典的匡威，这个粉红色，男女都能穿的。这一双是1980年代的，这个奥斯卡的款，美国造的啊，鞋底经典的这个花纹，品相比较新。它80年代的和90年代的区别，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帆布和橡胶差不多，工艺也差不多，就是这个位置叫后面的这个包的这块位置。这是用织带的，同色织带，90年以后的都是同色的帆布，原生布啊，原生布做，粉红色很经典。然后这一款白色的、米色的，有朱红色吃水线的，那围边很高哦，感觉以前的鞋。对，围边都比较高，而且都是布围边啊，布围边。这个你看的话也是啊，刚刚那双粉色鞋好像卖2000块钱，1800-1900。对，它少见一些。那个米白色的、红色赤水线的，这个就常见一些，但它也很经典啊。1200，还有就是黄色，这个深蓝色的、黑色的，是黄色的，这个要卖到2000块钱啊。看品相和它的稀有度吧。这也是80年代，所以说80年代之前的，后面都是织带，都是织带。这是深蓝色，这颜色都很特别，很少见现在。黑色也比较经典，这双穿过的。你看后面的这个这块位置的话，它是帆布，那就是80年代以后的。其他位置基本上差不多啊。那这一款不太新，也价格很高，80年代的，就是它后面的脚后跟这块包布啊，织带的，再辨别，这个这么旧的要买2400，全黑色的，不为边的，这一款那就是90年代以后的。然后这块橡胶皮的话，你看它是直接注塑上去的，橡胶注塑上去的，这个就便宜，这个600多啊，酱黄色啊，这个，这个也是90年的。这块的话就是用更简易的那个胶印热贴上去，这个它的价格便宜900块钱。
这些都是差不多的色啊、哦，然后看这个全红色，80年代的啊，这是穿过的这款全红色，看起来还是非常美式。再轻点，后面吧，1980年代，这里卖到11300人民币吧，品相还是很好的。这款红色，大红色的话是，刚才是看了一个全红色，没有赤水线。鲜红，这是鲜红。啊，这有个赤水线，黑色赤水线，这装饰条的。这匡威很善于去使用它的一些元素啊，做一些色彩搭配，而且美国公司对于色彩搭配方面是很有心得的，几十年来做这个事情。90年代的，这经典色，这个1000块钱。嗯，红色赤水线配那个黑色蓝色装饰条的，之前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，都是这一款啊，这是它的经典的配色。对，这是80年代的，后面这款是自带的。这里还有一款不错的，就这一款，这是70年代的，这些都是匡威经典的护卫边，它的鞋头对吧？鞋底对吧？这款鞋底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很少见啊，这70年代的。这款卖那个1300人民币吧，它的话就没有赤水线，也没有装饰条，然后我们看它的鞋垫儿没有 logo， 它 logo 打在用那个墨水啊打在侧边的，就比较老保，70年代的这么一款，这款也比较不错啊，我个人来说的话比较喜欢这一款。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些跑鞋，万斯、匡威，还有一些皮鞋。然后看一看这几款啊，非常大的一双鞋，可以做展示的。经典的它这个红色赤水线这一款，70年代，还有一个红标，这 Chuck Taylor 的，对吧？红白蓝，这个也是60年代，更早期，少数几个年代久的，这个大概是2600。经典的红色，很少见的这一款啊，这不是匡威的啊，复古的，完全复古的。这以前进的那种感觉，前进的啊，国产的以前拿他们来做原型做。这个价格是1000块钱。这里还有一款Jeffers， 这跟匡威差不多啊。赤水线，这个纹路不一样，纹路不一样，边条纹不一样。就过去那个年代吧，大家一大批的就做这种公共类型产品写的品牌，美国造的，看起来也不错啊，小众的牌子。这个价格的话1300多。棋盘格的经典的80年代的，当时万斯后跟标，看一下，这里要看一下，这双鞋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没想到是匡威高帮的200后面，匡威的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内胆，做一个脚踝护垫，滑板鞋的是，这个是大概2000块钱的东西，这双是万斯。不是狂的、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，风格吧、也是一种变化。这有一些东西还是挺好的，绿赤水线的啊，这是万斯的一个拼色的，看一下，黄、红、绿、蓝，都是荧光色啊。赤水线已经掉了。黑色
棋盘，没有边条，对吧？夹板鞋就是一个高帮的夹板鞋，还包了那个衬棉。匡威的，匡威的吗？啊，夹板鞋，没有止水线的，全白。匡威一家出过这种鞋型，现在很少见了。包了夹棉，啊，胶了包了夹棉，但是很漂亮，复古的鞋底是这种。前面有四个出气孔，啊，2000块钱吧，库存鞋没用过的。篮球鞋。比较精选，全黑的，40年的，这个更早啊，这是一个小众的鞋，品相很好。新的吧？全新的，2000多。黑色也好看啊。的标是这样的，这个应该是80年以前的，对吧？嗯，是带的。看一下鞋垫，还没有鞋头的。鞋垫的三条杠的，大家以为是阿迪，不是的。三条杠，阿迪和那个匡威和万斯早期都做过。看匡威的，这一双的话，75600，大概80000。日币啊，其实就是大家不要太介意啊。过去大家就是公共产品，三条杠，嗯，匡威、万斯都做过了啊，都做过了。现在的话，商标保护嘛，就不让做了，谁先注册谁是谁的吧啊。匡威的五角星啊，五星这里做的，当时的产品。这边是卫衣哦，这是 Barber 的油蜡，油蜡外套啊，我感觉它摸起来湿湿的，因为它有油蜡。妈妈，你没发现这个美军的标志？上面的是工装和军装。它前面的是个包一样的，可以穿在身上的包是吧？那你穿在身上试一下。1940年代的。
sky. We're walking in the world.它是1980年的鞋，它是迷彩的，32400块。哇、哦，这么贵呀、啊！这个一双鞋2000块哦。哎，这个鞋，有一些很好，它就要卖贵一点。为什么好啊？这个鞋是1.52的嘛。鞋都是这种的，迷彩，包也有。迷彩就军事啊、哦，你喜欢吗？哇、哦，有可能它是刷油漆的。这是用成装的，用旧的吧？用旧的，然后可能又做了处理。对。1960年。款式有点不一样的，后面短前面长。1993年，年代更早，所以它的款式看到这里它特别瘦。买了这两双鞋，36000。去下一家店，看下一家店是什么店呢？有没有惊喜呢？好吧，再见，再见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请继续关注瓦伦姐姐的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B 站、小红书、抖音，搜索瓦伦姐姐，就可以找到我了。好了，谢谢。